本心看的路好走，谁最喜欢我最高到不阿神。哒哒哒哒哒哒哒，我做设计。希望你平安，唔忧欢喜乐，欢迎咱收看快乐我菩萨。阮是你可爱的女仆从，生最是苦，最孤单，不阿爽。哒啦啦哒啦啦，正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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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你平安，唔忧快乐，欢迎咱收看快乐我菩萨。阮是因可爱的女红妆，生最是苦，最孤单，不阿爽。哒啦啦哒啦哒啦哒啦。希望你平安，唔忧快乐，欢迎咱收看快乐我菩萨。Oppa Gangnam Style。5 4 3 2 1。今天算动得有较紧啊，动得较紧无唔对哦。对啦，老师啊，啊啦，咱哦安尼连线哦，有几工啊呢，无报着附近的风景哦。咱老菩萨讲的吼，啊，即嘛是安怎啦，拢无咧报咱附近的风景啊。这个是咱，大家拢有一个共一个心啦，哎，有一个，拢咧关怀着咱啊，会员附近保留的宫地。对。这个是后头，哎呀，迄咱的后头厝啦，那阿母，你啊，你大刚你敢保庇对无？啊，你想讲你整理哦，清气哦，整理哦，好势无？哦，迄大家在拢日头还袂出来，阮在里啊做工啊啦。天未光，地未天，阮就伫遐做工课。我的靠腰，咱两个牛家要拢唱无同调。无同调吗？哎呀，啊，想讲咱唱无同调，个人做尾干二十年，是唱咩事哦？够含慢嘞！来啦，看一个，看一个，来，预备，起！哎，啊，来首先登场的个是咱这只乌龟，这只咱的陆龟。好，而且我讲，这菜个是呢，咱的阿玉啊客来的。啊，咱那个阿玉啊子。这样切出的菜，功德无量啦！哎，真正啊，你当安尼。哎，特工客菜来，好，这些众生大家安尼啊，啊，咧报喜呀，啊，真好啦，好，因为你安尼好，也当饱餐好几顿，对啊，对啊，真好，真好，真赞啊，你啦，这只陆龟是咱屏东一位师姐啊，掠来咱佛堂这要修行的啦，对，啊，有那修行几多年啊，哎，啊，伊安尼，差不多五年超过啊，慢慢啊，动作拢慢慢啊，啊，达叫伊会听咧，哎，啊，叫伊来咧，即摆个叫伊来，对啊，叫大象，啊，伊个出现啊，哎，伊个名叫做大象，哟，哈，袂歹哦，啊，伊在时啊，可能哈哈哈哈，伊看到老师会哈哈哈不？哎，哈哈哈，我讲你咧拍鼓呢，哈哈哈哈哈，伊可能伊看起来哈哈哈哈哈。你动作是忍者龟哦！乌龟还站起来，你真够可怜啊！背石头啊，给你啊，转 A 美落去啊，背美落去啊，给你啊，哈哈哈哈哈哈！哦，伊是变笑笑啊，那得 A 美落去啊！有啦有啦，有啊，你看你家蛮看欢喜噶吼，系呀，表示健康，健康。啊，今麦来，老师你开始搓手啊，你个看，都开始咧搓啊，你有无？啊，这样，不然啊，咱今都搓手无，啊，瓜只的手啊，该搓的拢爱搓搓咧。啊，搓到要完啦，搁在搓啊咧，大肠搓完了，今麦我搓细肠的，你个看。
县长啊，县长啊，我哪错啦？错啦，这错叫错。有啦，伊安尼林刚伊花开开会水啦。好是安尼啦。有啦有啦。啊，做一堆安尼只恰恰做哩。然后就大家拢爱做工课。嗯哼。然后啊，找无工课就开始做。撤球啊！经理好，经济了就开始撤球啊。对啦对啦对啦。所在就是安尼嘛。哎对。哦，你要看。这嘛是一模啊嘞哦。啊，且忙撤能撤落来。哟，好，就是这张有无哈？啊，是啦。哦，这张已经撤。测它不一样，你要加两张的啦，嗯，两张的，这张加这张，这是两张。哎，对对，哎啦，哎，怎啊测一堆啊？你啦，啊，总是工课就是哎安尼啊，看起来较会光鲜啦，啊，清幽啊，哎呀，较会水，所在较会清。啊，你看这茶皮足清脆，啊，今麦来看鸟啊，好不好？啊，食饱底下算啊，无？哎，这食饱佚佗。飘啊！啊，那个钓到个食呢啦。飘啦！啊，佚佗添个困啊。这样食无米露个食，真正有影。无米露，什么叫无米露嘞？啊，德龙啊，无你做到这样过，啊，没人弄钱呢？没呢。奇怪，今麦聊找我聊其他种的，未聊聊起啊，咱本来是前年我要聊聊起的呢。啊，结果找我聊其他种的呢，看见你啊，我无落去，啊，困讲困安尼呢，你啊真有影。像我老人，老师你啊惊哦。我讲看清楚，好好，要你看清。讲讲困安尼无？像老人咧困安尼有无？度孤一样咧有无？天底下就困伊啊！有啊，你七少人八少人啊，你个底下咧天底下困伊啊，你啊下骹生伊个啦吼，啊门顶啊咧困伊个啊咧啦。啊，看要困啊，是要算拢有啊。对啦，对啦，嗯，系啦，好啦，好啦。啊，佛堂就是安尼啦，啊，都古水，啊，这年啊，大家知我拢加淡水。啊，我不过头壳拢淡落落啊。系啦，啊，因为哦天气热啦。对。啊，鸟啊惊水，嗯，你讲叫伊来浸水，无可能。无可能的代。所以我伫遐咧压花，啊，因拢会来，我咧做安溪拢会对我嘛。对对对。哦，咧压花我就赢一个。啊！来紧走，紧走，紧走！啊，规身躯淡落落。哎，无是无淡落落，想有淡啦。啊，一日啊就过来，哦，更加赢一日。伊知影我咧还没算。嗯啊，我安尼还没算的当中，佫互伊袂掉沙。哦。啊，我即个听讲话呢。是讲老师，你讲赢一日，是啊，唔要讲你家己赢一日啊。啊，我也袂掉沙啦。哦哟，你惊鸟啊掉沙？我惊鸟啊掉沙。啊，所以吼，你压走压水的时阵，先做家压一个啊咧。来，我就顺便家赢一个，哎，就紧走安尼。好，一半下面算，啊，一半互伊袂掉沙咧。嗯，对对对。好啦，嗯，啊，安尼好吼。好咯，你以前看到是恁今日一早透早伫恁学堂咯录起来，好伫恁山上啦，安尼提供互咱老婆婿来甲恁分享。是啦，是啦。嗯，好啦。安娜。啊，今仔日哦，有一件代志我讲一下。什么代志？因为哦，咱前啊张辉有甲咱讲吼，离咱这个西班牙有一种蒜头，对，啊，迄种蒜头含咱一般的蒜头无同款。啊，那么我听讲迄个蒜头的经过有专家去甲伊发芽了后，抽精炼浓缩起来吼，对，用生物科技技术。啊，迄讲听讲啦吼。第一啦，伊会当抗一些病毒，是讲你着较袂感冒，较袂感染，来啊，较袂感染，哦，迄种就是安。啊，万一咱啊是有感染的人，哦，即阵我已经有感染啊。听讲迄个方法，听讲咱若有用的话，你着袂有动静，啊，较无后壁面的后遗症。你看咱啊有诶有确诊了后，后壁拢。听讲会有一个后遗症，是因为咱病毒入去了，咱规个免疫系统下降，对，有哦，所以受损，啊，咱的受损啊嘛，器官，所以迄个是要提升咱的免疫系统。好好，了后你自然你都也袂感冒，嗯，啊个也免惊讲哎气化不会啊，对，化空啊，对，身躯的过敏的痒啦，抗发炎，哎，也是讲吼，咱有的空嘴拢袂好无，发炎啊，嗯，有的空嘴拢袂好，就是咱本身的免疫系统嘛不歹啊，啊，身躯顶有发炎的，啊，一路发炎，啊，伊迄个物件讲听讲对咱老大人啦吼，啊是有寡慢性病的人啊，身躯顶有病痛的人讲。100%哎，真的啊！尤其为人哦，老婆生哦，伊有当时啊，伤对人有伤口的时阵，就容易发炎啊。或者是讲有当时啊，去开刀手术，伤个惊就是感染嘛。啊，我甲你偷工一件代志啦。嗯，这个方法吼，离差不多半个月前，嗯，啊，我有套有的朋友去甲用一罐我家己本身生吃啦。对，安尼啦。你敢知影我神奇？安那神奇？我的面前吼，原底有一粒个痣，嗯，啊，痣吼，迄阵当作是黑头粉刺嘛，吼，
啊硬加精硬加精。啊，结果咧？啊，结果伊拢拖把钱啊。好、哦，未使啦。啊，拖把钱嘛已经差不多有差不多三年的时间，伊一直拢未好哦。嗯。伊都未好，啊，即卖啦拖把钱起来，我都去用个加刀加起来，加啊伊咧。买啊！我加卡一直拢一直拢袂好啊！你唱歌会听咧？哎呀，半个月前我唔是为着伊哦，我是想啊，我要甲试看卖，看真正像因讲有这个物件吃好无？哎、欸，讲嘛奇怪哦，转病呢？啊，病去呀、啊！哎、欸，迄、那个拖把症转病，会抗发炎。哎、欸，啊，你会记症啊？症啊，我有去哦，迄个仙人掌擦掉无？对，我擦掉迄是唔是？因为伊迄拢有会红你呀？对。啊，嘛拢一直啊，都你讲也是好呀，啊，不过嘛好袂哩安尼啦。嗯，哎，伊拢规拢装好。哎、哦、呦，七八十针拢好。好抗发炎呐、啊。哎、欸，真正。消炎。迄个物件真好。嗯。尤其是我听讲，迄个对老大人啦、啊。嗯。因为咱老大人哦，免疫系统较歹吼，咱人较熬病痛。对。啊，若有迄个物件讲，有真济病都伊家己会好起。好。啊，过来你就袂个有一寡老毛病走出来。好。哦，啊，那是慢性病，当然，迄是一定要食药个控制啦，吼。哦，好。哎呐，啊，那是讲哦，一寡遐里里落落个遐有诶无诶，哎，尤其是对着查甫人甲查某人下身的清洁，哦，一支诶。哦，对对。哦。较袂安尼无清气想。哎，较袂无清气想。嗯。哦，迄查甫人诶，安尼哦，真正赞。尤其即个热人诶时阵，哪个清气想哦？对。哦，安尼惊诶，新鲜呐，湿疹呐，啥还拢总无啦。哎，对。哦。啊，老师，啊，这正年好方法，当时要跟咱老菩萨来分享。无啦，啊，我有透过关系啦，但是当时我唔知啦。啊，我也唔知呀。哎呀，那有来我刚讲啦。好好好。来，提车先跳出来。机车舞。准备。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左边。右边。右边。左边。再来一次。我唱。我老鬼啊！二三四，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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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三四，双手，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十，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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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一。二三四三九，一二三四，竖礼拜，拖出去，噗，赞。哦，老婆你有看慢哦，那大哥那有差，来一杯呀。啊！阿妹个倒台了，人高义啊，什么正常？来来，安娜，讲一个简单的呢，要讲这啊？啊，好了好了，较早吼，你看几只噶吧？烤鸭啊！耶，肉正吼！当个人，肉正有一个欧巴桑，阿姨哦，顾一个查某孙呐。哦，就是厝咧顾孙啊。阿囡仔拢出外去做工课。好，阿你妈孙啊。对啦，妈孙啊，带做伙。那么这个天足热啊。嗯。啊，这个阿妈吼，伊就是讲啊，听人讲吼，来煮一个辣汤吼。哦，赞。来啉哦。嗯。会当个兼会当过关哩吼。清凉消暑，过关退关。哎呀，是讲安尼未歹啦。未歹。我是唔知啦，还是讲。煮一下拿拿汤来吃呢。哎呦，啊，尤其是只迄狗啊，迄只狗吼，真正会买物件。啊，这厉害哟！伊讲来拍狗你来，拍狗你来。吼，啊来的时候讲，是你去狗啊买拿，啊你狗出来叫偷看看。拿，唔你看狗无弄个无，你狗唔正咧喎。狗唔正喏，你也看迄个伊叫偷看看，想偷。
结果的时候，伊讲啊，我讲人话搞唔知啦。用下用下，然后用下的狗也无读册啦。哎呦呦，哎啦，尾啊多啊，因早孙啊要读册，为楼顶落来，伊讲什么啊？有啊，安那，甲因早孙啊哭流落来，啊，裙甲掀起来，好只狗看，啊，好狗看呢，有狗看我哟。哎啦，啊，狗看到，呜呜呜呜呜呜，真正看有嘞，迄只狗真正去甲伊买一堆垃圾回来。好哦，很大，这厉害的哦！祖孙哦，看到了，啊，滚滚很开，看到哪里？啊，那个买垃圾给当猪垃圾啊！对啊，对啊，对啊！好，是赞，嗯，今嘛，嗯，经过正半月的啦，啊，正好，哦，嗯，又搁想要吃垃圾，哦，顶个猪的垃圾太合理了，我惨嘛，就拍搞你来，你来，因孙哦，嗯，去读册啊，哇，啊，搞啊，变怎啊？丢啊！不会讲啊，啊不。老师呢，往后看好啊！好嘛，赶快呐！你那考嘛？你那考你对？你那考你？哦，你那考，干溜溜溜溜的。啊，干那，你那来考拢疼起来！哈哈哈哈哈！你那来考，疼起来！拢疼起来呢啊！啊啊，好搞看呐！好啊，这个哎搞！呼呼呼呼！哦，你就涨起来呢！卡进去别啦！啊，嗯，结果该买一粒涨青啊！真正搞唔起咧！哎呀，搞唔起！哟，哎，改变章程啊！那也咧吵死的。按顺呢，他无发这个章啊，无签啊章啊，大人的有啊，无正经的。但啥会啊？老师，你收着呀？收着咩？好啦，咱那个，稍等下来关心吼。咱老菩萨的这血路循环的问题，老菩萨咱讲真正吼，清这个可能柔软血筋、清毒血油啊，打通这个血路，这个工课大家拢足要义的。这一定大家拢爱做。啊，咱大家拢真要义啦。好。啊，不过偏偏吼，咱都要义，咱都无方法呢。你看，足侪老大人，伊干那讲，哎呦，我这两间。阿妈讲经营的，啊两天就中风了。啊，无拢哎呦，这几天我血压小可拢按普管普管，根本是憋着做，两天啊伊就中风。中风去呀，所以落来嘛，中风。啊，两天啊未困醒哦，我头壳涩涩叫，搁过两天讲搁中风啊。啊，无说这咱唔是少年啊，咱已经有血啊。哦，这种问题咱拢爱设置。我今仔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代志？为什么？因为咱要讲个曾经的事。在哩，咱高雄有一位朋友吼，伊含我病一岁，啊，咱六十六岁啊，六啦，啊，六六。那么伊就敲电话给我，伊讲，张辉，张辉，我啊，什么代志？你有方法无？我什么方法啊？伊讲我吼，去要抽个检查啦，哦，伊就抽个检查，伊个医生讲我血吼抽袂啥个起来，含我去抽袂出来，抽袂啥个啊？一个按硬抽起来，按落去去啦。靠！安尼啦，伊讲哦，医生讲我这会中风的，我讲这一定会中风。那安尼就对，因为咱个误会啊哩。哦，阿哥安尼未使一路。非常念啊！伊讲安尼变怎啦？我讲除了你的生活爱正常以外，按张辉一个观念方法，你赶紧，无你真正连讲个带一开一手，你真正会后悔。未使去拖落去。伊讲好，啊，我用你的观念教方法，安尼就对。咱讲是经过三月份啦，啊，三月份，伊个赶快个去抽个检查，迄医生讲，迄奇怪个，我是检查唔对伊，伊讲啥啦？啊，你顶回来血都抽袂开，这回来血抽开哦，啊，检查呢？你下个血有拢正常呢？这个朋友他讲，这贾先生啦吼，他伊家讲讲，哦，张辉，一支个，真正我讲，因为哦，要讲个是安尼啦，介济人大家。有人会跟清毒会有拢，大家拢足好讲诶。大家有观念，啊，大家嘛拢有观念，大家拢嘛知影爱安那做。不过咱就是拢方法拢唔对。无对路啊！无个赞的方法啊！因为咱唔是少年啊，咱年岁有啊呢，咱一摆都要好好啊，未使搁离啊拖呢。所以即阵哦，高血压的人，高血压无。哦，啊是讲哦，咱的血油较悬的人。哦，高血油啊。哦，啊是讲咱有三高的人。糖尿病啊。迄个是大颗人。油较济。无咧运动的人。没有法度运动。常常咧阿妈讲紧硬啦，头壳咧摔一下，啊身躯啊硬偏偏，
的人你爱说你。对。现在这个天哦，我这要讲被逼到热，啊，就去了了。中空气。哎，那中空气不是变的，现在还关心了。好好。超级。功夫。招财进宝，健康舒开，舒到丹田金开，嘴下巴爱提钢加增量。好，我来讲，正平一个，正平一个，倒平一个，倒平一个，头前一个要一个较好个。二十年、两年、三年、一口气过年也无要紧啊。好，我来讲，起起。我来讲，起。五两公，三起起，哇，三，真好，超级笑话。今晚要讲笑话啊，讲较正经、较正面能量诶。哦，好啦，我来讲阿呆啊啦。阿呆啊，阿呆啊，伊去咧西药房，去买物件。好。伊买保险套，啊，要去买保险套哦。系啦，阿达买保险套。啊，即摆阿腿啊嘛去买保险套。两个人拢要去买保险套。对哦，对哦。啊，店员是一个噪音呐。噪音呐，即摆腿啊吼，因为腿啊含咩店员有熟悉啊。啊腿啊，伊买保险套，伊未讲，啊我买保险套，咱边个人看到，听到歹势。歹势啦。哎，就去搞迄个小姐，你捌你捌安尼啦。啊！你把迄小姐就知影讲哦，买保险套。啊，唔好啦！看到你两个怎样？对啦，迄小姐就揢关的保险套，袂退啊你。啊，呆啊吼，伊下面小姐无熟悉啊。啊，伊想讲买保险套跟你把哦，伊就揢好伊啊。啊，无我嘛歹势讲。吓，无歹势讲啊。我大家人拢找我咧买保险套。哎，小姐讲啊，呆啊，你买啥？干你爸干你啊！结果咧，你小姐拢光一罐目油水杯。当作一把酒咧干掉，哎，就光一罐目油水杯。我正经，我正经，但是你也干嘛讲愈想愈无正经对无？我唔爱讲这无正经，我要来讲一个做正经的。诶，做正经的哦。阿呆兄兼阿花，伊是一对翁阿母。啊，系啊。阿呆兄足疼阿花哦。啊，系哦。啊，所以有一天呢吼，去买内裤，要来送给阿花。啊，内裤。买一打内裤啊。迄内裤买就爱买，未叫你贵的，无迄你贵的，就爱搁骑用车爱开几十块。伊买一袋内裤十几年嘛吼，全部拢红色个呀，你啦。哎呦！啊，今晚买两两吼，给阿花啊。阿花看到内裤，讲阿花阿呆，这内裤虽然足好穿足水个吼，不过你拢买红色个啊。哦，对啊。啊，拢无买白种色。啊，那唔知影动作我拢无换。阿呆呀，来点点。阿呆呀，讲红色个好看啊。啊，阿花就讲啊，啊，不过你啊，那个人工啊，石头啊。伊个拢想讲，我拢无咧换内裤啊！靠，迄个内裤你咧咩？啊，烫别人咧烫诶！啊，不是拢安尼样，无正经，拢咧塞公车，真正物啊！较正经诶，我来讲迄个阿呆和阿花啦，啊，因两个就做上好诶，做上好。是啊，啊，做上好，即马就
算去阿花因家，阿花因家吼，因家都无人伫个，啊，即卖阿呆也想要甲阿花插饭啊。哦。阿花讲，我也袂嫁你个啦。袂使啦。你爱去买保险套啦。啊，无买插。对啦。阿呆讲好，我来买，我来买。我直接等你。啊，阿姨就去买保险套啊咧。啊，去的时阵吼，伊保险套客要去算账。嗯。佮计惊边个人大家看到，哦，安尼。拍摄。拍摄啊。比如凊彩揢一个蠓仔香无哦，这会啊，这会蠓仔香啊，这会神难看袂，感觉讲伊拢干呐，独独来买保险套。我是来买蠓仔香，想煞买这个保险套的呀，对哦。啊，即卖蠓仔香揢在算账，靠遐多腿啊，多啊来啦。腿啊，嘿啦，啊腿啊，讲等下等下，啊你又搁要去炒股啊？我咧要买蠓仔香。小港五三点陪我蔡冰人，讲到这个贿赂循环的代志，老菩萨喽，你咱电视机头前的乡亲好朋友老菩萨，咱的老朋友、新朋友，大家注意哦哈。古早人甲咱讲的，日惊是过头，人惊四十后，绝对是有原因的。上了四十了后，要公开，咱的人生惊过一半哦。那么咱的血管啊，用四十档超过啊，甚至有诶五十档、六十档、七十档拢有啊。你甲想讲咱的水管，迄水很清澈的卡水袋啊，咱的血管那袂卡血油，一定卡血袋嘛。所以中风急性的人家一大堆，都万行拢是因为咱的血管有去卡的这个血油。那么会卡血油吼，你像食薰的人注意听哦。你过去看，你即若戒烟也同款啦。以前你若有食薰的人，咱的薰油伊会破坏咱的血管壁。好，咱的血管壁本底是筋骨的，不过就是因为咱有食薰，咱的薰油破坏血管壁，血管壁都像咱桌仔面哦，啊往个
往个铁青安切过，啊一抓一抓，即马往倒步切拢切袂开，切袂开，因为迄个所在都拢卡太高啊。对，咱的血管就是安尼卡血油哩啊。啊，因为咱血管咱无伸手入去切啊，所以愈卡愈高，愈卡愈高，到尾啊，本体遮大颗，到落尾剩一旁啊，这血球要挤挤袂过。爱到中风啊，迄个叫做阻塞性中风。中风期啊，一卡一手诶。啊，注意哦。啊，那么老咧啉烧酒诶人，唔管你啉醉啉少，你老咧啉烧酒诶人，你诶血油拢会比较较侪。对。哦，啊，所以咱啊咧有阵咧退酒吼，咧酒啉咧退酒，啊，咱有可能就是人咱会寒嘛，退酒会寒，咱血管会收缩。收缩起来。伊这都咧伤矮啊，佮叫缩歪咧。当年就塌了呀，好塌掉啊！所以足侪人啉酒啉到尾啊，拢难免急心，就是中风，就是安尼。啊，老不是这样说你哦。那么那是有这个三高的人，三高就是高血压、高血脂、甲高血糖。因为高血糖，咱的糖尿病人，你的血管内面拢浸糖水，所以咱的血管拢变脆，伊变无弹性。啊，无弹性就无多加这个。诶，即个血油甲压到得个，伊要压无得个，伊就无到地下出来，所以三高的人嘛较容易中风。是安尼哟。哦，爱注意哦哈。过来就是咱那时，我暗时拢偏无困的。包括困未起嘛？啊，我足爱困，啊未困是长期落来，他觉些些叫，怎么下一日就可能中风就完蛋啦。循环脉。所以拢爱一定爱细心，包括咱大个人，大个人运动量较少啦。嗯。啊，较少的时吼，咱诶血油过侪。这拢是高危险群啊！哦，尤其是老大人啊，咱老大人无禁止吧，啊无禁止吧，啊血经过凝固啊，较脆啊，所以咱的循环拢会较歹，血压悬，药啊你也食袂落来，哦，降袂落来，啊无就是哦，血压那叫压悬起来，哦，这头壳实实叫白白叫，嗯，迄那多啊白白叫，那多慢，伊那多白一日，无拄好啊，吼，叫叮当着。啊！就带一卡一手就去了了。去到中风期啊呢！哦，咱拢一定拢爱说呢。一世人造成无法多挽回。我来讲着今仔日哦，讲着一个，我今仔日有当着啦。哦，我要去佛堂的时候，我有去当着一位老兄。这位老兄迄二十外外年前啊，嗯，哦，十外外年前啊，一摆伫学校咧运动，啊，大概伫遐咧运动，爱是伫遐行路啦。啊！我坐伫树仔脚遐，会惊我头前过。啊，阮是有熟识，但是无交情。因为我知影伊离咱公司无介远，啊，伊知影伊捌我，啊，但是阮无交情，啊，但是有相捌，啊，都拢会拍招呼安尼啦。那么我有迄天离遐，我讲，哎，老兄，你爱注意哦，你爱去检查一下。我感觉你敢那像有叮当亏叮当亏。伊甲我讲，哎，哔哔哔哔哔，伊讲我网络啊，安尼。我讲啊，我是好意，啊关心一个尔。啊，因为我讲这会中风，啊，伊就唔相信。我刚才听你喘气，我就知你会中风未啦。这是经验啦，当然唔是百分之百，但是真侪拢是因为哎，我感觉安尼唔对哦。嗯。你爱去检查者，总是咱检查者好啊。该提早预防啊。哎呀。结果我就甲讲啊，我心肝想嘛是讲，有一天你来找我咧啦。嗯。真正得。正拄正吼，隔无偌久，公司的小姐走来办公室，甲我讲：“老师，我讲什么代志？一个屋里上哦，骑一个电动车哦，啊，插一支拐在里啊，啊，离咱门口咧哭呢，啊，你讲啥我拢听无，啊，我就出去啊，嗯，啊，就是我咧讲迄个老兄，伊真正中风，真正小姐听无，因为伊搁紧张咧，啊，搁咧嚎，搁要讲话哦。”啊！我心肝想讲，啊！你早同事来听我的话，感就无今仔日难懂，我袂使对伊安尼讲啦。对，已经，哎呐，所以我是心肝在咧想话，讲啊！你早同事来听我的建议，你今仔日就别安尼个讲我网络啊，我心肝安尼想啦。我知安尼较唔对啦，不过总是咱看到安尼，问啊，好啦。我问讲你中风无？一个月，中风一个月，多出年无偌久，就来找我。讲好抢救的黄金时间，两个半月至三个月的时间，赶紧的，我一个关怀的方法落你啊！咱讲真正，伊即阵哦，嗯，伊本地打电动车，到落尾打卡打车，我都打卡打车，打卡打车啊！啊，会知我要去佛堂，因为我打卡拢爱为门口过嘛，嗯，伊就伫阿辉，当阿辉啊，啊，就阿辉啊，都含正常人同款啊。
不离可，伊真正一边无力啦。有中央国人，你就知影嘛，都有一边会较无力。啊，咱反应脚手拢也会较慢，会较慢消化。对，但是咱嘛爱有风而出的中风啊。对啊，所以伊即马就恢复甲介好啊嘛。这就是咱将会提供一个观念方法咯。对，爱把握黄金时间。啊，无咱讲亲情，无老婆生，啊，即马这个年回来，咱未使无注意啊呢。我一个朋友49岁，都等于是50岁啊，还是49岁？哎，干那一支烟就夹到来哦，伊讲都要点烟啦，啊，唔，来大家夹来，要起来大家来点烟无？啊，来大家夹到来，伊按按来要起来打，按全劈了都不开啊。中风去呀？哎，就送去病院，离高病房5天就走啊。49岁，哎，干无作用诶。好老婆说，咱人袂当挂无失败，你平常时呐，干嘛？哟，我头家拢安尼吓一个，吓一个，啊，无等摔一个，摔一个，啊，是讲最近。敢若像迄目睭讲加较无熟个，迄就是讲阿妈讲起拢真熬硬，有人倒入眠床，哦，规身躯电酷酷无，循环脉呀，啊，脚尾手尾按变变，按麻麻变变无，老婆说，这拢是信号，这是拢中风进程的信号呢，你望动作无代志呢，哪里要安怎呢？简单呐，老婆说，即阵老中风的人，咱预防二次中风，二次中风对愈严重，即阵那是无中风的，预防中风，咱忙好中风，老婆说。你有哪做会到？对，好吗？好，还是要无爱，无爱，来，无牛肝宝贝，哦，身体健康，吃百年好。来，请会有同会咯。来。大家好，我是陈小芳，今年83岁，已经做好第三剂。COVID-19 疫苗，打疫苗之前都要吃五百、睡五百，确定讲家己身体状况确实真正常。长辈带有厝的人，或者照顾的人陪伴伊哦。到打疫苗所在哦，会有医生甲你评估，假使可能有啥物问题，嘛会用请教医生哦。千万甲避起来，打完疫苗特别现场的至少休困15分钟以上，感觉讲家己身体无爽快，就用等于厝的休困啊。等于厝的了后，爱特别注意家己身体状况，加休困加啉水。假使讲若感觉身体无爽快，就参照我呢发烧发超过48点钟的时阵，哦，感觉讲我呢喘气喘袂哩，会晕会戆，心花头跑不在，啊，佮有全身的起疹毛，咱来赶紧叫厝的人，带咱去医生看啦。我是陈小芳，请你跟我同款，手份比起来来去注疫苗，提升保护力。来哦，来，赶紧。真久，真久无看到啊！介绍老婆婿，够紧的啦，张威啊。够点注意咧。啊，你的鱼油唔得要揢出来。哎呦，即若新朋友一定讲，啊，鱼油哪有啥物鱼忌？阮家嘛有。我相信啊，真家家户户因家拢有鱼油。因为观念太好诶。但是你绝对无即罐鱼油。为什么？为什么呢？因为鱼油分三等，对三等，上中下，上中下，安怎分？咱的是上顶级的顶级鱼油。安怎分哦？你看你食沙司面就知影，迄沙司面迄来较关键，按一嘴哦，对，一嘴尔，500-600。啊，那俗的一盘300块，一家伙也食袂了，对，可以当做伙过住。所以咱的鱼油，鱼油在全国都啊，咱只会员同只有呢，老婆婿。阿母阿在家，当时拍电话我讲诶，你今仔日这罐食会到，你真正福报，你真正运亏啊！来看咧，惠安堂诶哈，惠安堂诶，咱诶清诶哈，清诶哈，顶级鱼油清。这罐哦，到那食会到，我讲老婆婿，你真正福气啊！这几贵哦，一罐，这一罐1000啦，1000块啊，买2罐，2000块，其实这一罐是1800块呢。无啦，这。卖1800块，我讲袂出来啦。对啊，所以阿哥，阮只老婆差不多赚人咧1800块，都袂使无伊。我唔是一嘴饭一嘴鱼啊搞的啦，来啦，买2罐再送2罐啦。买2罐，老师送你2罐。阿你有无？哦，阿你用了2000块，我你个做俗的呀。我问听，咱公司无啊？无啊，无啊，见只广告的。老婆婿了，这公司要给我利润呢。开老师，啊，我无爱，我买阮只老婆差不多咧赚啊。老婆婿喽，来。新朋友、老朋友，这罐搁加加落去。这罐开老师诶，刚刚开2000块呢。五罐又得2000块。你这世人哦，头一摆来去食到咱的顶级的鱼油哦，我讲老婆婿，你真正学到讲哦，真正赞嘞！你边咧食仙桃较赞。你别行，你都食袂下。我来讲，安那啊，咱的开运的，咱的27珠，27连珠吼，一条含你结缘。27珠哦。
咱一组一佛啊，对，二十七组在那在那念珠，所以叫我二十七尊的佛。哎、欸，对对。所以你今晚请等来厝内底个做啊，不唔对，来给咱订客。对，订客保平安，大囡仔大细保平安哦啊。大俗化小，小俗化无。真正的老菩萨哦。老师加持过。这我已经收集几多年啊、嗯，我逐工做功课，收集起来啊。当然就是要找有缘人，我甲阿母讲，真正要找咱这老菩萨，和老菩萨保一个全家伙啊，大细大家平安呢，子子孙孙大家平安哈、啊，平安有福气。来啊，赶紧呢，二十组到，进二十组就有啦。北部五组，中部五组，南部五组，花旦平湖五组，咱的顶级鱼友，老菩萨你若是食要完啊，有咧食顶级鱼友，食要完啊，紧叫开啊，因为这会欠费。后回就无啊，后回就无习惯啊。剩四罐两千块，后一回。后回就安尼啦，三加一啦，四罐两千块，阿妈无开运的二十七株啊。哎，无。今仔日开也够有优待。阿老菩萨讲，啊，当时开运为了要七株，当时要运作。嗯。那无今仔日就忙啊，再开始运作啊。好，所以赶紧看好通哦。赶紧啊！你早中午优待呢。来，你好。喂。哎，你好。喂。南都位。喂。Hello。来一双，一双啊，这边一双。来，你好，张老师家。喂，张老师，我要鱼友、哦。好的，来一双，不牛跟你喝比。顶级鱼友，请，爱讲顶级鱼友。来，你好啊。鱼友，爱讲顶级的鱼友。哎，赞呢，老婆山带你对。台中哦，来三双，不牛跟你喝比、哦，谢谢啊。顶级鱼友，看台，咱的台全台湾多间会员动物呢。来，你好。清一种顶级鱼，咱到底到位？住伫新北市。来，四川宝牛，甲你报备，谢谢啊。老婆仔，你个官是做啊？当然，恁后生查某囝，那你做工课，你该客户伊食，一定爱好食。咱有会人啊吼，啊，咱的顶级鱼友一定要甲对哩。老婆仔哦，来你好啊。趁钱才趁人的对。我要现在赞呢，恁到底到位？住哪里？新北。来一双，谢谢。来你好啊。喂。啊，我迄个顶级鱼友，咱住伫倒位？台东弟兄，哦，台东弟兄啦，吼，无牛甲你保庇，你足有福报的，来二山谢谢。恭喜你，这款老师特别送给老菩萨嘞。来你啊，好，甲你买一双。咱住伫倒？南岛，哦，你真正有福报，来三山无牛甲你保庇啊。真正真正送有福报的，来你好。我一早上两天，咱住伫倒位？我高雄。高雄哦，来四川小姐，有无说说，不用甲你保庇。我阿伯一定爱食。赞呢，来你讲啊。喂，哎，下面就找你。咱住倒？台北，哎，哇，不用甲你保庇啊。来高雄试试。顶级鱼友。台北哦。哎呀，你个官一早啊，等下大大细细拢可以食，鱼油即卖现代人一定需要诶。我甲你讲下啦，老三。你即摆有买咱的鱼油哦？啊，恁家的鱼油茫淡掉呢。啊，无变安怎？我的人袂讲哦，你著食我的倒白米，甲淡掉。哎，人无安尼钱歹赚啦。哦，啊，咱无讨债，讨债人工会做去食。咱的一粒，恁家的一粒，两粒甲咱做去食安倒啊？渣唔一粒嘛？啊，可以当比较。来，你好啊。我，哎，张伟老师，拍谢哈。哎，啊，你转老卡哈。来，一双。来，你好。喂。嗨。来，你好。嗨，你好，咱到位。我李刚，来二双宝牛给你保庇，谢谢啊！李刚记住，你一定爱吃。来，你好啊。我请听。咱住伫倒位？台中哦，啊，二十七组一条保平安哦哈。好。行顺顺保平安哈，来三双，谢谢。这嘛是咧对老师做功课的哟。哦，咱这条路上珍贵耶。迄个老菩萨人讲真正，这条的感恩函一般无同款，因为我收集已经有差不多三年的时间啊。对。咱三年前去船头，那有含人结缘出去啊！啊，三年后，我拢收集起来。嗯，即我做功课，拢咧用诶。你即卖来，我收集起来，你看我起大粒未啊？好对。哎，啊，所以即哦，搁做清芳诶哟。啊，你看着免搁乱过咯，完全拢唔免拿哦。免拿啊！来，0800-0001-589的电话哈。所以会当吊伫咱诶车顶，厝内底若有车，吊车顶。出门出去平安呐。出去平安。咱尤其是即马即落抗战。平安个时候。平安较是福啦，啊！着囡仔大细，只健健顺顺，咱家保一个平安，有一条保平安介好啦。老婆仔，咱家免担心啦。啊，干咱放伫客厅。会使啦，放客厅，规家伙顶体嘛。啊，那是老婆仔咧困诶时阵，干咱放伫夜梦床头边啊。较袂做噩梦。你加做饭，加做好困。对。来，讲不讲讲，可以你我把叫赶紧啊。喂。搁一分钟呀。
啊，你好。喂，你好。哎、啊，你好，咱到位。我台北土城。土城啦吼，来一双宝牛，给你保平安，谢谢。我电脑数量有限哦，那你二十七组。来，你好。哎、欸，张辉老师你好。啊，你好。我要那个竹竿筋呢。啊，好，来二双竹竿筋呢。哎、啊，当上这二十七组无？哎、欸，你甲小姐讲讲，我讲的哈。啊，二双二双二双，谢谢。哦，那你妈妈拿二十七组客的，叫做华丁哎。啊，尤其是哥拿加减有咧算数字哦。嗯。即马来开始要开运咯，开始开始要发路呀吼！安尼啦，一分钟头啦，最后一分钟啊，以后就是安尼啦。哦，一块个四罐两千块啊！啊，今仔日这罐新朋友、啊、新朋友介绍啦，见面礼，新朋友这罐交你啦，见面礼，来赶紧啊，一分钟啊，来你好，顶级鱼友，顶级鱼友，咱带你到，台来一双一双，谢谢啊，顶级鱼友，来你好，嘿，哎，咱带你到位。新北市小丹，我马小姐服务，马上给你报备。哦、三双，谢谢啊。然、嗯、后，这卖原物料起太贵了，所以另抓绝对是四罐两千块啊。哎呐，今日佫加一罐。哎，今日就四罐啊。哎呐。啊，咱张辉讲袂出来啦。嗯。啊，所以今日佫加一罐，赶快一罐加一罐啦。啊，连刚嘛无开运，开运二十七株嘛无啊。来，你好啊。喂。嘿，咱到位。我中华。中华吼，来啊，有一条开运的二十七连珠。我含你结缘哈，保持你平安来四双，谢谢。一组一佛，拢总有二十一尊的佛咯。诶、即摆事实就是大家拢保平安上重要啦，平安就是福啦、嗯。啊，我来分催恁卡电话啦。赶快有优待。来啦，进电话来拢小姐姐嘛吼。好好。来，英雄。阿老婆在继续看电话。三号。三号哦。对哦。三号是咱的网咖，哎，伊咪坐哦。这首歌曲《微困 AI》，那这首歌咱的表哥嘛该爱听，来到底来欣赏。Thank you.
个厝内边的囡仔吼，即卖人拢生少，无像较早的人哦，都像咧低保咧哦，真生要正十个十五个嘛。哎，下过都有啊，十二斤体，下过都一个啊。啊，生一个囝，像咧放一部屎，不一个安尼尔。有啦。要讲个啥？较早人介厉害。我即摆今日要讲是讲哦，因为即摆人生较少啦，拢一个两个尔，吼。所以对着囡仔教育，迄方法含以前都无同款啦。以前囡仔像我那伫学校。无写字去，老师讲，当然唔敢讲呢。啊，那讲的话，当然讲个讲惨话呢。哦，对不对？以前就是安嘛。红讲绝对是你无乖的。系啦系啦，种讲惨话。啊，即摆唔是呢，即摆老师甲你讲哦，别阿母来几个好跳啊呢。嘿，年代都变安尼去。那么这囡仔吼，咱都要用鼓励来代替责备啦。咱唔通用个责备的，因为囡仔就是唔捌嘛。哦，啊唔捌伊个犯错。哦啊，好翻车翻车，咱得甲讲甲教，爱的教育啊，那个教个教，伊都会啊，伊个要故意翻车，咱无得爱修理。哦，伊若唔捌，当然是爱教。刚才有一间厝内面兄弟姊妹有四个，啊，查某囡仔上大啦吼，啊一个查某囡仔啦，啊三个查甫的啦，三个查甫的，兄哥长子啊小弟第二个哩，哎，感觉讲哦，因这大家拢。真得人听，出家庭也拢袂歹，唯有拄啊讲迄个第二个哦，伊就感觉讲，哎呦，我像个敢若伫厝内面无受父母重视啦，迄第二后生就对啦。那么有时阵哦，父母开玩笑，我平讲个鸟开啊，哎，开玩笑讲我讲啊，你都伫路边捡的，这个囡仔听到安尼哦，真正半信半疑呢。伊当作家己真正捡的啊。啊伊伫马路上看到一位哦，诶，查某人，伊安，迄个查某人加甲看一个尔，即个囡仔想，哎呦，迄个是阮老母，哦，因为我是虹桥的，我是伫路边捡回来，咁是阮老母，伊就安尼想嘛，因为长期拢无受到父母咧家注意、家关心嘛，所以要讲为了要想识到咱这个，这囡仔哦，咱爱想尽办法啦，哦，咱讲事实的，要教囡仔爱想尽办法。但往往咯，咱有解决办法拢无效果。哦，因为也是为什么无效果？食骂都袂惊，啊，食怕都袂听啦。哦，咱讲熟悉就是安尼。哦，所以这个囡仔有想出来什么方法？啊，袂啊，这个囡仔吼，伊为着要好因是大人哦，来重视伊哦。一个寒天的暗时，爱家己人走夜一定到遐困啦。囡仔。嘿啊，啊无加被呢，三五天就困呢，啊煞去风吹啊吹到。几点钟了后，第二天刷发烧感冒呢？发烧38度啦。哎呀！哦，啊，当然呢，因爸阿母啊，着关心啊，伫去到你身躯边啊。因为你是大人，介无闲啦。哦，啊，生活条件啊，介困苦啦，所以因就是讲阿无，因是大人哦，看你囡仔咧感冒，烹一碗鸡卵汤，啊，搁南瓜面。哦，烧烫烫的哦。哎，啊，搁揢两块啊，咧打饼，哦，啊，给囡仔吃着。哎。因这老母就一日个床头床边，啊，就望到伊个头壳遐，啊，就敢问，发烧无咧？敢问啊，感觉，哦，啊，你个发烧无？所以，安尼你家关心，啊，好个囡仔感觉讲，哎，是大人有咧甲我关心吗？为着要好是大人关心，家己个创个感冒安尼哦。对啊，所以这是一个故事啦，啊，这要予咱知影，哦，那是一个启示。父母好囡仔有真侪身体上的照顾的东西。你唔通袂记得，要安怎来赏识到你家己嘅囡仔？该赏该罚，该赏就赏，该罚就该罚。这有一门嘅学问啦。因为一句心肝内嘅恶乐嘅赞美，会互囡仔带来无穷嘅信心加快乐啊！你因为你嘅一句嘅恶乐，囡仔都食补啊心，啊你就加恶乐，加赞美，加恶乐。哦，该称赞，伊就往前冲。哎、啊，这囡仔伊就哦，足欢喜啊！哎，囡仔就是安。啊，你愈干咩，伊就愈调皮。啊，佮无自信。哎，就变安尼去。所以吼、哦，是来咱卫星做两点我来。所以卫星做两点阿嘛无啊。安尼个。哇，真正。那个平江恁鸟啦，平江恁鸟。恁个熊熊鸟起来咧。可能是迄个无清啊。无清。好啦，咱来跟出来点歌啦。好来。哦，先来点歌，不要紧，哎。看主持人的不要紧哈，好不？
我那个一个，好来，你那个一个，那恁老婆说恁今麦来点歌，0879088000，点歌时间哦，今仔你点门啊在呢，恁来拉拉掉个，带你安排。那应该讲马仔要叫你拉一个，哈，拉歌一个，拉歌了，现在。0879088000，0879088000，一通电话讲三句，对三句。我住地，我什么人，我要听什么歌呢？简单扼要又明了。啊，那个我手要烫掉。小烫烫。哎呦喂呀！中烫烫。大烫烫。用用咧，嗯，哦，哎，我今天想去搞恁孙哦，闲啊，奈安尼咧，无，哎，我较去，我就去想着，较早我咧坐车啦，去初恋啦，啊，坐车来去看电影，哎，电影哦，咧做唱国歌嘛，啊，唱国歌了，是不是坐来都按摩搓搓啊？开始看电影，无啦，开始摸大腿啦，你家己摸大腿哦，我袂晓，伊牵我手去摸伊个大腿，啊，摸啊摸摸啊摸，一摸愈摸愈悬哦，哎呦，真搞笑，熊熊挂起来呀，你呢？点挂啦？0879088000，那不是不要猜啦。你连讲个猜结果个，我是无骗你啦。连讲看是要猜两边啊，猜好边，猜顶边，猜下边，啊无大家猜猜好做伙。啊猜无正哦，啊看电视咧，请西公桥呢。未使家己桥哦。家己一猜呢。你咪金枪桥。老师，你个人惊我。点三条啊。三条。哎呀，中风了，金枪桥了。真正，无你讲看卖。哎呀，中风了，金枪桥啊。喂哦。喂。嗨。地中机，这、啊那个无人识在啦，无人识在，拜一两下，好啦，拜拜，来哟，老师，啊，阿英你好，陈小姐，陈小姐，点问我徐爱林，好，问个徐爱林拜几号哈？谢谢，拜拜拜拜，无啊，阿那个专台湾哦，能有啦有啦，这个是通的啦，来哟，喂，张老师，阿英你好，陈小姐，我陈小姐，哟。爱你的，好年嘛的爱一对，哦，我要拜三号的哈，好，拜拜，好，安尼个，转台湾，那个2300多万人，点三条，点眉头，点三条，啊，村里拢确诊啊你，无啦，你这样你也是怎样？来你好，老师你好，好，阿英你好，你好，台北黄太太，是，泪洒爱河桥 ，OK， 拜四号的哈，一百分一百分，好，拜四，来你好。哎、欸，你好，张老师你好。你好，我是阿 Ken 啦。阿 Ken 啊，中华关林。中华关林啦。你好。哎，又是黄昏了。哦哟，就我初段在唱的呢。我给你拜个年啊。好，谢谢。拜拜拜拜。来，你好。喂。嗨，你好。哎，你好，你好。我要点歌，我歌咏。歌咏什么人？喂。你什么人？来，你好，喂，你好。老师，你是讲要点三条了？哎，能点三条。黄小姐，黄贝啊，黄贝呢？我来拜六号啊。好，拜拜。那你好。你好，我做网咖，叫张丽珍，我点女人梦。女人梦，该拜七号的吼。一百分哈，谢谢哈，来来来。啊，搁三条。啊，啊，搁三条哈，哎。来0879088000，0879088000。来，搁三条呢？搁三条来拉歌。个奇怪，你点歌你个较紧卡断起来，点歌耽误着时间。有人点，咱就甲接。啊，那无人点。啊，无人点，咱唱啥位？我头去听人点，听人点。插插你就好啊，搁讲啊，你啊。插插的是咱即卖现代人咧讲。现代啊，较早人唔是讲啊咧。人阮真卡人，阮咧乡土鬼讲，啊你唱啥位？对不？有啊！七号的啦。来，喂，你好。老卡甲恁接未啊？老卡是咧接我弄下。哎呀，你好。嘿啦，拢确诊啦啦。啊，安娜啦，拢确诊啦。蔡大姐，蔡大姐你好，嘿。哎，什么歌？嗯。要听什么歌？心酸泪痕。拜拜好哈。拜拜拜拜。来，你好。我点歌。哎，咱到位。初恋你哦，好好，我拜高和哈，啊你好，张老师你阿英你好，说说我想说我要点女人的一生，啊好，我拜点了啊，拜拜拜拜 ，OK， 就不是安尼啦，我较紧起来点一个安尼点无，哎说说我都来，都要讲，你讲唔到介好嘢呢，哎真的，哎呀，贵人的啦，咱开银行的呢，为你牺牲为你忙。台北市阿弟啊，点播歌曲。
在这点钟吼，要来关心咱老菩萨这个气管、气波的这个问题，清虚化痰啦。大家爱做的工课。你像讲咱即阵吼，那是如果讲啊有确诊过，哦啊，即卖已经隔离了啊，对，已经出关啦。啊，出关啦，事后你是不是拢会烧？系啊。啊，无就气波。啊，会安尼无爽快哦。听讲讲爱三月你经过吼，这个肠贯症，你较会渐渐慢慢达到恢复，不过伊同款会有一挂并发症。那么这个时阵的你要安怎做？老三，那如果啦，如果是你啦，要安怎做？这个清虚化痰不是凊彩乌白病哦，老三咯。清虚化痰不是哦，干那像乌白病安尼也使烦恼。你甲看。是安那，咱就爱个去做疫苗，啊，都无，咱就用什么的方法就好啊，唔是安尼。疫苗是干呐，予咱哦，若拄啊有去哦，钓钓哦，啊，咱迄个较袂有动静。嗯。咱以前咱咧做牛豆，种牛豆吼，做咧都袂钓嘛。系啊。但是即卖病毒都唔是安那，病毒伊还佫有后遗症呐、啊，你得爱个隔离，还佫创什么回？太麻烦、哦啊、有的人好运就过关，啊、有的人啊歹运就没公开，效果就真艰苦，哦，是不是呢？所以未使好有迄一天啊，啊种要唔好迄一天，咱的平常时的清理化痰的工课，你还佫有真正足对的观念方法，叫我多呢？哦，你细胞够开用。没有啦，那不三这就是安，没讲啥啦。进干那遐老大人哦，你若讲我那我进三个月嘛，拢爱去等伊病一转嘛。嗯，回诊。你若看遐老人哦，啊，好人往轮椅上哦，啊，伊坐了，哦，不是有痰的，扫未出来。痰足深的啦。啊，扫未出来。啊，扫未出来啦。艰苦噶。哦，因为老大人就是长期拢吃中药也好，西药也好，药啊吃一个久的，咱的鼻就湿嘛，鼻那湿痰就多。对。都拄拄到你气泡无力，啊，无多少个，有人一个痰高的都无命呢。哈，你唔知影？调气血更加。啊，调咧啊，调咧都气都喘袂起来，敢那物件叫急急的咁款啊。所以咱这种一定要做注意，要细腻。所以清理化痰。那么这个清理化痰的工课，咱因为气泡袂使出代志啊。对，因为咱这边气泡拢做垃圾的呀。因为咱这个空气太歹啦，空气这空气真的太歹。你挂口罩嘛，无法度。无法度啦，无法度啦。嘛是走入去哦。记得你十多年前啦吼，我伫公司咧泡茶，含朋友咧泡茶，有两个家茶啊吼，转入来我唔捌哩哦，入来拢搞贵咧啦。哦，我讲什么代志起来，我讲的蛮贵的，蛮贵哦。我好。何德何能啊？恁肯定起什么代志用讲的？我请因起来坐，我泡茶分食。因老爸肺癌啦，因老爸肺癌，因老母鳞癌啦。好，两个拢癌症。哎呐，那么原本是伫厝里咧静养啊啦，啊因老母哦鳞癌煞咧无爽快，去予医生看，转过伫遐住院啦。啊，上边顾就因老爸啊，因老爸肺癌的咧顾因老母鳞癌的安尼，你要顾一礼拜呢，顾一礼拜哦。倒里啊，你用顾的无死啊，肺癌的你啊用顾死翘翘。好啦好咧。啊，倒里啊用顾的做伊困啊，啊共顾的压力大，伊唔敢困啊，从种种代志拢爱迄落啊。啊伊本身佫有肺癌嘛，所以就袂抗得哩，安尼。啊，结果煞看袂嘛，因为家庭散啦。啊，两个家弟啊来听，唔知人家讲啊，叫来找我。哦，啊，看袂嘛，啊，我家己处理。哦，早拢是新闻都有敢报，十多年前新闻都有哪有敢报。上神书咧。哦，咱有甲处理，啊，佫有请一寡只优惠，5000-10000安尼甲斗加上。哦，看袂嘛，迄我个人家己处理。我要讲的就是讲，人拢唔通有迄一天啊。你一讲哦，你拢袂堪咩风吹草动着，咱身体拢会较袂康定啦。因为咱介只老大人袂晓顾啦，一个倒打。袂晓顾，真系倒打呢，事实就是安尼啊。所以你若平常时呢，你忙当作小事啦。他哪有营养会少诶？我著讲起咧，咱咧中部吼有三个老师退休啦，三公务人员退休啦。拢伫遐运动啊，伫遐走啊，伫遐公园咧走啊，咧运动啊。啊！佮有其中一个，啊！啊！其中迄两个讲，
啊，你这两天啊，拢安尼扫，你看蛮强检查一下。嗯。哦，哎，强检查啊，检查了，看报告了，全部出来运动啊。哪样嘞？对啊，啊，伊两个人是讲奇怪，哎，就强检查。报告。啊，报告看了呢，全部出来是安怎？无来家厝家关心一下。去厝家关心讲检查讲气管未健。哈，伊讲，安尼两个气管未健呀？无食薰咯。哎呦，安尼尔啦，安尼气管未健啊。即马即个气管的这家迄两个朋友讲哦，咱拢离啊住少年的离啊走家退休哦，迄空气啦，咱拢数同款的。我看恁两个那去检查者，你敢知因两个去检查有哪气管？三个全部拢气管。对啊。哦，这也袂使，我袂讲。所以这环境真正足重要诶。环境啊，环境啊。要运动嘛，爱看地点。咱讲真正哦，这个氢气化碳的工课，你若有加做一分，就加一分的保护啦。对。加做两分，就两分的保护。敢那清洗冷气房啊，同款。同款啊，咱的细胞就像迄一个冷气房啊，迄房啊若有氢气，对，伊风会大降，啊冷气会冷，啊佫会省电。嗯。咱那细胞氢气，咱窗开会大白。哦，啊，唔免出力，哦，安尼咱人个会快活。哦，呼吸之间。哎呀，诶，人爱空气啊，鱼也嘛爱拍空气。哎。人个气若无够大帮哦，这个人未无多长岁寿啊。你看人家讲哇嗨啦，这个人剩一个气息啊，你就表示这人特别错解啊。剩一个气息，啊，咱若大帮，好，多长岁寿啊？你看咱大家运动、爬山、游泳啥，人嘛是要好喘气个大帮。但是不是要大白，你就会当大白啊？对嘛？你细胞遐垃圾若无清除，要大白位对去？像咱空气个污染这么严重，何况还佫有食薰。对啦，啊，咱食薰的人哦，拢会有薰臊。那会当改掉甲改掉。哦啊，那你改袂掉，无你氢气化氮的工课，你爱彻底来做。无当时阵，因为你食一个薰。恁厝内面爱为你付出足大个代价，都甲家己食薰，然后厝内底人有关系哦。嗯啊，因食二手薰啊，啊你若薰食到尾啊，细胞来出代志，家庭唔是都无啥啥。哟，啊，但是吼、哦，经过调查吼、哦，这细胞出代志个吼，查某会比查甫较济。为什么呀？你问查某人食薰应该是较少数啊。啊，不过恁有咧哈油烟啊，哈油烟哦，啊沙拉托啊，哎呦，有诶无诶啊吼，啊所以。查某人的细胞拢比查甫人较侪呢。厝内歹空气佫更加侪。啊是啊，查甫人食一手温，你食二手温呢？嗯。穿手衫裤佫有三手温呢。嗯。诶，这拢真冻呢。对。啊，衫老多穿起来，迄味嘛是拢累啊。嘿啦。嘛是细胞。啊，你若像平常时都咧过敏扫的，好。有人徛下拢袂扫，伊倒咧开始扫啊。哦，这你一定爱清洗化痰，爱用着方法啦。哦，啊，有个人是感冒足够扫。啊，都感冒都好去，啊扫拢一个扫尾拢袂好，啊扫到安看火死啊，迄安尼袂使哇，因为你扫一个细胞性啥个啦，安尼啦，所以咱到落尾细胞会定你，哈、啊，成个菜龟宝，会纤维化啦，哟，哎袂使进，啊老人扫，老人扫，老人扫，你若今仔一个观念方法落去，老人拢袂有老人扫。對人就袂讲啊，人袂搞啥先搞，就这个句话，你的心上就袂听到。因为咱大家拢有清气化痰。对啊，啊，若分两单改掉改掉了，我老爸早当时我叫改掉，伊唔改啦。唔改啊，我讲啊，我讲老爸讲，我讲你哦，食薰哦，食薰人拢会呸安尼嘛吼，啊，结果吐到呸到全痰啦。我讲阮爸讲，哎，咱的孙啊，那物件搞到来，佮捡改只安尼无卫生，我都叫酸啊呢，叫刁呢，啊，哎呀，伊讲哎，佮家庭生人是，我唔是薄薄搞你食。哦，无同款啦。好啦好啦，你若分啊唔改，啊无你清气化痰的工课爱彻底来做。嗯，我爸迄那我同款硬性的，伊也表面也袂甲你讲啥，我著甲扛的，哎，伊著家己创啊，哎，关键家己用。隔灯光哦，七早八早敲电话来讲，好，安尼哭一个哦，一个月像个分鬼工安尼，乌索索，安尼哭出来迄个哦，伊讲哦，开心离家，哦，真好，非常好，对，真正，哎，讲哦，即马创鬼拢大白起来，讲着开心离家，咱呐有个人哦，那像个讲迄落，迄个跌着纸啊，像冰水全灌落哦，送掉，安尼有那袂使哦，对，还有那算三条哦，伤掉袂使哦吼。啊！那这种的哦，
OK， 真正 OK 无问题。嗯，啊是讲咱做劳做劳劳动吼，相对有劳劳动较早的人拢会去食一寡香油啊，有诶无诶？即卖人无爱食迄哩，无爱食油啊。哎啦，嗯，啊，咱这个观念方法，搁互你会大白开心利己，哦，真好，安好无？好，来啦，无就讲保庇啦。哦，身体健康，吃饱你啦哈！做咧清气化痰。小酒搁再干一杯。大家好，我是陈建仁。新流行的奥密克戎病毒感染比率和致死率都大大降低。奥密克戎传染力真高，但是多数的感染者都是轻症，还是无症状，这是危机也是转机。现在我们要有较高的疫苗含感率，才能战胜病毒。若有注射三针疫苗，就可以减少死亡率超过85%，高危险群也要再接受第四剂。政府已经传好医疗能量，让有需要的病人得到妥当的照顾。只要度过这波疫情，台湾就可以慢慢恢复，迎向正常生活。这一年发生很多变化，不变的是台湾人的自律、善良和互相帮助。战胜奥密克戎，迎向新生活，团结做一伙，咱一定有法度。来啊！我见哦。我手摕这罐叫做金银花啦，即卖当红炸子鸡。即阵啊，即阵就对啦，即卖这个时阵哦，听到金银花哦，赞！阮家乡亲的朋友老婆生哦，大家都学落去就对啦。金银花来看一下啊，你老师算微博先低，会安动的哈，咱的金银花啊，金银花哈。这要讲起来超前部署啦，真正呢。这是几落年前哦，开始啊哦。我咧讲，大家拢无爱信。对。即卖大家开始咧聚会。有啦。啊，我足欠的咧。诶，三四年前咧讲讲，大家拢无爱信，拢无去登着啦。出来底爱传一撮啊。即卖大家拢上拢哦，真正张飞厉害。金银花。安无啊，你讲啦。嗯。这无赚咱的钱啦。一罐1500块。哦，这拢纯粹要跟倒帮忙。算咱1000块。我跟你听啦，买两罐2000块，这大这大罐的哦哈，食较久。诶，这大罐的一罐1500，但是我今仔卖咱一罐1000，对，买两罐2000块，送一罐，买两罐送一罐，有心送啊，这罐搁也加落啦，买两罐送你两罐，安尼啦吼，安尼啦哈，这大罐的哦哈，爸爸妈妈通通有哦，老弟老他，这个大伯山你那是有咧唱歌，咱都要唱歌进行干啦，一时也得。要拿温的啦，冷的拢不紧，拿来甲啉落。等下会干干干袂干？干我做够干。干干人报警察报给你。嗯、啊，你来搞烧麦无？对。整个头面甲整个尾，你早唔甲砍一个。早唔砍。你若面甲尾隔壁整齐哦，这里尽量甲砍。叫三顿砍。叫三顿砍，好，砍个足够砍的。我看我怎么砍了。老伯生。啊，你四罐2000块。2000块啦。哦。老师。啊啊那。啊，刚有咱的这条27株。好啦好啦，特别无话呢，来啦，限量百元。咱的开运27粒珠，一珠一盒，老菩萨请等于保平安啊！做人大事拢总爱。老师打起。来，阿兰你到北部5株，中部5株，南部5株，华东平湖5株，安卡公平多20株。中部20株就有面带。好唔好？哦，0800012500哈。0800012500。哎，这囡仔有哪做爱吃？对，因为这胖胖凉凉啊。哦，阿老婆在这一天要吃几摆拢无要紧。你想要哪个来啦？哎、欸，你要早暗加啦，要中昼加啦，要当时要加啦，困到半暝三更半暝起来要加啦，无要紧。金银花，尤其是要困进前，你加拿一时啊，你里面、嗯、哦，你会记做好困。哦，拿回去复习耶。来，赶紧啦！下面要做第一位。20桌呢啊！来，你好。老师啊，宝贝啊，宝贝姐，宝贝，这老朋友啊，来一双玻璃，给你保平啊，谢谢啊。来，你好。你好，谢谢金银花。咱住伫倒位？住伫高雄。高雄，你也要讲金银花不简单哦。来玉山来金银花，谢谢。内行人即摆金银花上抢市耶。来你好啊。嘿。哎，你好，咱倒伫倒？我陈英姿。哦，来三双宝牛给你保庇，谢谢啊。咱就挂一撮啊，等下吼，囡仔扛过场吼，这样分一罐给伊，啊一罐留咧咱家己食。因这大罐的啦。啊，这都咱的。囡仔摕一罐仔给伊，孙仔摕一罐仔给伊，这即卖大家拢总爱。对，老婆婶，这厝内底定价起步。咱人啊无顾吼，去拄着真正是嘞，叫天天面，叫地地无声嘞。哎呀，今年我你要卡一个。赶紧啊，来你嘛。喂。哎，你好。咱到位。无。
哈，一爽一爽。喂，来，来，你好。喂，喂，喂，你好。哎，咱到位。哎，别别对啦。来去刷出来。这个人怪怪呀，你。哎，到迄度你就醉。无啦。你讲未出来的、啊，哎，到伊到，今日想是玻璃橱做声音，快，快，快，来啦，空不空空空，我不叫，怎个你讲，可能系酒醉，我都听客人酒醉。那你在去做是老师，跟咱讲奇怪哟，叫蜗牛球啊哟，伊是限量版的呀、哦，对对对，咱那是无个完全拢无个哦。这咱啊开一组啊，这新鲜啊，对，你都一罐都食足久啊，啊，你都会记住，咱要一组了后，咱就一罐互囡啊。哎，孙啊，新妇、哦，哦，咱整起一罐啊，好伊，啊，老的，家己老一罐，咱当处理。哎，要开个屋，对对对，暗时啊，咔咔的，安尼更加好困。来啊，赶紧哦，哦，这这，刚刚这步你个，得拿来暗时好困哦，拢重的了，对。哎，一暝到天光。对啦，你也感觉哦，足舒服啦。好，像我老妹做这步进前吼，我拢拿一拿拿来来啉一杯呀，安尼吼。啊，夹夹叫你。哟，夹两点钟的呢。哟，那你啊？喂，你好，你是张辉啊？哎、欸，我是你好。我买两罐，买两组，两组，两啊你四罐，哎，八罐呐。是，先咱买个两组。嗯，啊，我有介绍朋友姐。好、哦、呢，吼、哦，恭喜恭喜来，一串一串，谢谢、啊。听到无？伊食咧鹅肉啊。来你好，来你好，哎，咱到位。咱南投。南投啦吼、哦。嗯哦，咱这组你若吃到你的鹅肉金银花，即马当钱。对，来宜山，宜山谢谢。咱较大兄弟买两组的阿姊啊吼，伊就是知影讲即马金银花吼当欠费，咱正啊欠半担外，要一担哦。欠半担，啊，阵都欠一米啊，啊，都无我多生产啊。啊，好不容易即马有我回来，有回有来，所以咱阿婆说，你若看到金银花，你个较紧抢起来藏，出来得藏一罐啦。来，你好啊。喂，嗨，你好，你好。啊、你好，嘿，那个基金会，哎，来，咱带你到位，到你土城，土城好，来三双小姐，给你服务，谢谢。你今日卖掉拢赚掉啊？哎，小姐，好，小姐嘞，我要买基金会啊。哦，咱带你到，咱土城，土城哦，来一双小姐服务来，谢谢。啊，来，你好，喂，老师，我要一组我云林，云林啊，好的，来一双蜗牛给你报备，谢谢。来，你好。喂，哎，你好，咱带你到位。高阳，哎，四川小姐给你服务，无牛给你报备，谢谢。后一回就出三罐两千块啊，后一回哟，今日哦特别哦，咱啊电话卡有通，搁赠送一罐。咱那个这组金银花吼，这有备无患呐、啊。出来得一定爱扛，咱一定爱扛一组啦。要开个屋。哦，啊，咱随时啊，都啊，困到三更半暝。嗯，需要伊、哦。需要时，咱就甲开一个，都无要紧的。伊这无咧分饭前饭后诶，无咧分当时，想要甲卡就无卡，啊一工要卡几摆也无要紧啦。老婆说你毋去食着，咱诶金银咧食着金银咧讲哦，张伟，好真正咧，诶老大人真正需要有去做，足爽快诶。诶老婆说，啊即摆个非常时期，咱尽量卖去外口，甲人客烧。来你问下，喂，喂，你家是张伟啊？诶、我是你好，咱住里头。你我只卡加一道来，好好来宜山小姐，给你服务，谢谢啊。喂，来你好，喂你好，嗨你好，我是金银花，咱住里头。树拿，树拿，哦你来啊，你敢有捌金银花？哦，来真正搞呢，来上山，谢谢啊。咱家阿妈真正啊，阮家的乡亲朋友老婆山哦，起码大家拢真拢真有智慧，有这个观念。来你好啊，大家好，哟。啊，我买金银花。好、哦，这一组了，吃足够啊！来，一串一串，谢谢，我来保庇。啊，一组等下，安尼出来得大大细细，将拢个会当揢到一罐，你个看。哎啦，咱讲熟悉了，这进大家拢从厝内面拢一定拢爱。将分一罐好，伊嘛较卫生。你老底人买，你认为讲比这更加赞的，你就买起就好。金银花。啊，你若感觉讲，哎，张伟咧讲有道理。哎，俗个满意。啊，剩一分尔，你若无考，那无啊。啊，这一个月介绍一摆哦。搁一分钱尔。后一回介绍的时阵哦，搁后个月啊，甚至三万两千块哦。来，啊，赶紧来，空八空空空一二五八九的电话。即卖电话卡有通一个四万两千块。上主要，咱即卖开运的27点钟哦。现在来开始要发威了，老婆说你老客到，你要记住来做功课，要不要做功课？好。啊，咱有的人说，啊，我们基督教的天主教的，没关系，你如果没念书，没念书，你可以加换咱的香皂。哦，香皂。哦，咱的香皂好做好洗。哦，所以你要念书嘛可以，要香皂嘛可以哦。对对对，嘿，咱可以洗面、洗身躯，好拢足赞的。哎对，啊，香皂两滴。啊，两滴，两滴，拢总可以啦。我明仔载甲揢两滴去到你。好好。啊，赶紧啦。
我来分出来，您卡电话啦。赶快有优待。哎，0800-0012-589的电话哈，来你好。喂。哎，你好。金银花买一朵。啊，来一扇保留给你保庇、哦，谢谢啊。好啦，啊，咱那有，那是讲啊，我都念珠有啊、嗯，我想要买香皂，你看甲小姐讲的。可以。哎，讲买香皂安尼吼，来一箱。那无使继续敲电话。五号诶，五号是咱网咖哦。诶，阿珍小姐呢点一首《人客的要求》。是咱保留中天照明，今仔日阁查三位，吼、哦、个三位，按到完满啊。一月日100元，啊、哦，就像咧庙里拜拜买一个金纸安尼尔。
啊，迄个完成祭祖的业障的工课刷刷十十的，即个交代还张辉。啊，咱老婆说，咱食了无咧谈啊，古那唔免坐，咱心意搞得好。哦，咱就光一百块，咪三个月也咪半年，通通可以。哦，咱照咱家己的规律，都要安尼做，啊，保一个平安。迄有诶来囡仔大细，大家保一个平安，即个重要。即马即落时势，大家唔敢讲要添福寿，无咱来保一个平安安啊。平安就是福啊。我那迄老大人，规年通天拢看医生，食药诶济。人啊身体虚弱啊，即完全借助我落，你药啊食袂惊呢。哦，这都要阿德心阿德灵啦吼。好奇一个。来你好啊，来拍摄吼。所以咱那是讲哦啊，迄个老话咧，徛家袂平安诶啦。哦，咱的诶，代志介济，哦，官司啦，啊，意外一堆的啦，吼，啊，是兄弟姊妹啊，爸啊囝、母啊囝、翁啊某，吵架啦，其实甲吵蛮四件。啊，好奇一个。哦，啊，那是迄查某人少年的时阵，哦，脑多无细就有囡仔叫拍架闹落去。怎么办呢？啊，这那那哎，无这天高破手哦，吼，那你讲啊？喂。我只问一个，他拄仔咧讲过，迄个一刷，讲过时间真来刷。哎呐。啊，要咱护持咧？咱要护持的人，咱唔免去邮局，也免要汇钱啦，唔免去邮局，唔免去银行啦。啊，无咧，你都电话拍来，像即卖谢谢，把你的电话、地址、姓名留互咱的小姐。然后呢？啊，小姐的寄单好。啊，收到单了哦。咱来去西门全家 OK 莱尔富的当叫。拢唔免签名，唔免等于咱唔免手续费。无唔对啦。盖里边的哟。哎呐，我查某人少年的时阵呐，大无细字，囡仔有叫拍架闹去哦。这问你就知影，这家己拢磕磕卡卡，拢未顺，红事不忠啦，囡仔不好啦，亲戚五十出面去别人看咱无啦，好含怕呀，啊一大堆啦，啊天干半秋，这较离经啊，这甚至有当时啊高价好你哦，拢未关心啦，哦，哎，其实咱电力关键拍通，咱今日去查三位啦，吼，查三位哦，我正讲二二年，忙啊，早起呢，老师来教学堂的第一件代志哦，就是将咱有好些老婆生的名单了，先用美女来编一班，头落去我就敢编啊啦，吼，哎，你好啊，喂，哎，你好，两位主持好，哎，你好，我像哈，我今日好去的哈，我已经嫁去，我嫁一年，好，谢谢，阿人无爽快，哎，等来教我加持一下，无爽快，有哪赶快来看医生啊，得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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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等来教你，那就一年，好啦，有啦，好哈，我有啦，咱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哦，什么观念？哎，你若破病人的艰苦，一定要有医药。爱看医生吃药，嗯，安尼，阮今仔日拜神明要创啥？这个叫做求一个好音好缘呐。人讲先师缘主，人讲求着好音好缘，咱较会看到好医生，吃着好药，咱病才会好啦。原因就是出伫遮。俺张威嘛不是母娘啊，给我治好的。啊，无嘞，嘛是母娘啊，又保庇我，和我去看到好医生，吃着好药，我唔到今仔日。同款意思啦，哦，得开刀的心情就较顺利个啊。干那母娘啊拜拜啊，心情拜拜变得好呀，安尼叫病人拢关起来。那无啥，你观念要正确。嗯，啊，都行啊，都行嘞。这个时阵，咱大家拢爱了解，爱知影，爱相信，未使乌白病啊。爱相信，未使迷信啊。哎啦，唔茫迷信啊，茫迷信哦。迄迷信，我作，哦，迄我作起起个。那么，咱老婆生那其实哦，明仔诶，这个时间我有哪会敢编第二遍哈？第二遍。啊，第三遍我甲咱的名落去说文，嗯，来甲阿婆编第三遍，啊，由阿婆敢做主。对。因为咱的业障啦，完成借助这个工课刷煞的这个工课，这爱长时间咧，这毋三工两工就处理会来。啊，毋是恁兜有钱都有在调的啦。爱找着人。啊，老婆生哦。啊那安尼，敢那有钱都在钓，遐好业拢无业种。你讲的冇道理。卖安骗人啦，拢骗人啦，无。那老婆生，你问讲吼，我前安尼有好持半年，但是我好持半年的时间还袂够，我敢可以当继续好持？功德相背啊。可以的啊。那就像银行咧寄钱同款啦。拢是属于咱个人的功德。你咧寄嘛，你咧领啊，啊你咧做嘛，你咧得啊。可以，安尼可以当打无牛兵，给兵过来盖呢。哎，无唔对，无唔对。那老婆生，你问讲，敢会当哦替翁新奇的亲人来做好持的功德？该好，可以的，这点一定爱啦吼。嗯，尤其是那是咱的亲人啊，你那在生的时候，那个那不好啊，是讲哦有对不起哦，你整个更加需要爱做，特别遗憾呐。哎呐，咱伊在生做好做歹卖讲啦，真卖好你也受苦啦。嗯，咱就上个月一百块钱，咱个做功德回向给伊，啊，回过来出世做人，
好好的来修。哦，可以的。啊，可是唔好。会使啊。啊你讲爱开几多千啊，开几多万，安尼就唔免啦。哦，我嘛不爱人安乌白变啦。啊，跟我老婆在问讲，敢会当呢？替因伫外口口面哦，诶，后生查某囝来扶持，但是伊唔知影因的足迹呢。啊，就有你的足迹就好啊。哦，买报咱家己的就可以了。对啊，对啊，迄个为咱接出嚟，当然就是报你的足迹就使啊。啊，你个会使啊？哎啦，啊，个差两位，他拄好有一位啊，今麦个差两位呢。好，嗯。哦，咱你老婆在来问问这件大事。来哦，这两位唔知什么人，什么人靠好背？电话光阴跑通七八九空八八空。七八九空八八空。咱这屏东的电话啦，咱我。波头那是有要扶持哦，咱头前只猫你加一个空八啊哈，七八九空八八空安尼。那么咱那是讲哦，诶，囡仔离外口安尼走总出入边哦，即有那爱加减加扶持一个有好无歹啦。哦，阿老菩萨，你家己本身嘛同款，有个人做个做恶梦的嘛，啊，人因安尼扶持了后。哦啊，那你咧困就更欢点，特别乌白做乌梦，无你有甲恁保庇着啊，无有诶，你后骹咧，哎，讲唔敢困啊，恁电脑后骨啊，有人去接个电脑后诶，就拢唔敢困，做恐怖诶呢。好啦，那你都无管特别做功课啊。啊，特别好奇老婆，咱今个欠两位，让那楼卡小姐接听。系啦，今个差两位啦哈。嗯。然后，来，喂，你好，喂，你好。有人伫诶无？来，请讲喂。嗨。喂，你要出声电话給你。喂，你好，你好。哦，你好。嘿，咱到位。嘿，我先生。哦，先生来一双玻璃给保镖，你等会先嘛。啊，你搁一位老家小姐接听。哎呐，搁一位啦，哎，老家小姐接啦哈，我来做广告。有。嗯，姑娘，我先接。来，你好。嘿，你好。哎，我大中。大中，玻璃给保镖啊。身体健康，我你等会先来一双，谢谢啊。做完不完呢？哎，来，咱来做广告。主席张伟杰来恭请咱保良主笔主管破桥来跟咱保庇哈。在咱这个台南省台北住院大楼10B10A10B， 咱的孙曾金贵，台北永创病院17楼173B40，詹成伟，高雄幸和病院3楼R20病床，郑温明，中国医药学院儿童医疗大楼急性呼吸病房3层，吴森林。板桥区双十路3段18巷1弄7号5楼，李严冠仪、李英川，草屯镇相当里中正路83号潘明图，板桥区中山路2段60巷1弄20号2楼陈慧信，高雄中正病院儿童大楼6楼70米病床咱的黄丽安，雾峰区南势里丰正路493号。黄茂盈、林志珍，屏东保健病院10楼2号，那杨恒正、杨兴正，永康区三民街112巷69弄31号，陈心怡，而且求请那恭请保良主笔主管破晓，赶紧保庇，保大家身体健康，一切顺心哈。那么咱再有请一位来，赶紧保良中电照明来扶持一个月100块公积金上单哈，杜明峰。叶杏梅各3个日，李俊杰啊，林美玉，李俊杰3个日，林美玉5个月，王明和，胡文各5个月，范桂莲，丹丽婷各3个日，林亨林祥腾，林秋辉、林英达各6个月，李素妮。3个日，陈辉禄6个月，吴建元、吴忠德、蔡素莲、陈心怡、李学定、李英基、蔡雄明、蔡庆忠各3个日，罗坤泽6个月，严天海5个月，李文良5个月，李氏祖先5个月，平丽芬12个月，李黄茂银12个月，林志珍10个月。李在丁、李福祥、张丽芬、李文仁、李炳德、肖金玲、高雅莹，各3个日。
王杰六个月，林玉美六个月，吴海英、吴海春各三个月，单正金五个月，黄少奇、黄秀英、徐柯宏忠各三个月，功德无量哈。三位家的恭请保佑，慈悲主公普照跟保庇，欢迎大家正福消吉消灾，延寿增道光明，十灵通地狱开通，弘扬法界皆一心常。在愿功德万寿大吉，福慧双修，法喜充满。咱今晚来尽量做咱的地狱容易。手把青鸢插满殿，低头便见水中天。绿巾青青风雨多，退步原来是向前。又过来到咱智慧容易这个单元的时间，而且非常感谢在咱电视机头前的阿公阿妈，电视机头前的乡亲士大好朋友，咱诸位圣贤大德，诸位菩萨，诸位师兄师姐，时间一到，也得和咱周围的人做这个功课。稍等，请各位接下今天这个功德，咱来回向我天顶的咧杯，土卡的咧手，水灵的咧手的一切众生，也请把今天这个功德回向我灾苦灾民，欢迎大家平平安安，赶紧的过一个正常的家庭生活。也请把今天这个功德回向我咱的亲人，咱的阿公，咱的阿妈，咱的爸爸，咱的妈妈，回向咱的外口。读书做工课的囡仔，欢迎大家平平安安过。那么去年来修念珠，咱请个念珠请起来，无念珠的人请双手合掌，心观的别念南无阿弥陀佛。咱来延续着咱昨昏的这个话题，咱讲到着这个净土经吼，有讲到九种啊，相对在这个阿鼻地界的有九种啊，九种。第一就是呐，十净物。依照这个道心、贪心来吃这出家人的物件，安尼都有罪哦。寺院的主持请你吃，安尼当然无罪过。古早时代、农业时代吼，休闲的时间较长哦。啊，离咱的离这个工作的时间哦，爱搁摆的工作时间较短，所以一挂学佛的技术，就去到寺院去挂单，听经念佛参禅。寺院的分派工作，读册人帮助伊来抄写经典，哦，还有一般人在咧打扫环境，也帮助着咱厨房破茶、洗米、蒸米，这拢是福慧双修嘛。诶，那安尼拢总无问题。啊，那是咧白吃，咱的精物罪过就真重啊，就对了。那么第二就是咱的佛物，什么叫佛物？随便。用咱的供佛的这个物品啊，罪过作当的啦。一切物品是要先供养着咱的佛加经呢，啊，然后咱家己才会当受用的呢。第三就是杀佛，第四就是杀庙，哦，第五就是杀阿罗汉，第六就是破佛经，第七就是咱破比丘境界，哦，西龙，哦，啊，这个比丘来犯戒。第八就是犯精行尼，侵犯清净的这个比丘尼了，对啦。第九就是作一善地，一善地就是翻译伊的意思，就讲善根的人啊。这就是咱心观内充满的邪恶念念，加着咱的邪知邪见，是恶业在咧相应。所以佛讲着这九种人，哦，时常伫这个地界的，对地界出来了后。众人精气人修福哦，这个修这个福报啊，得这个人心，伊也够有这个恶的习气的咧。哦，无做恶，好亲像敢真艰苦安尼。有个人就是安尼，恶心啦、啊、恶意啦、啊、恶言啦、啊、恶行啦、啊，所以变成伊的习惯呢。人真恶到顶，这要讲个真可怕。到到了人天的时间都无长啊。又搁做这个罪业，搁等于到地界，别讲开劳累着地藏菩萨慈悲救拔啊！阿鼻无间这个阿鼻地界甲无间地界的苦，已超过其他
这个地价不止千万倍呢。所以寿命真得啊，一大劫造作着这个地价的业因，介容易啊。所以堕落去地价了后，想要佮出来就足困难的啊。所以这个业因果报，咱爱明了，绝对唔当贪图你眼前的小利啊，啊，你来做。做足到这么重的这罪业，今天我们有在做这个功课，在听这个地藏经，可以提高我们自己的境界，我们要把它当作是这个戒经来听，戒，修戒的戒经来听。我要求来念佛的这些同修，我们做功课这些老菩萨，每一天在这个暗课了后，把我们太上感应篇啊，文昌帝这个文昌帝君的这个音字文啊，咱家念一遍，当作戒律来伫咧念，逐工提醒咱家己嘛，时时刻刻来反省啊，安尼才会当保住咱的人心，袂坠落去恶道啦。福佑地狱，命挖四角；福佑地狱，命挖啊，这个飞刀啊，后这个命挖这个火箭啊，有劫山哦，啊有迄个铜枪。哦，剃车，哦，地界内面有剃床、剃牛、剃衣，哦，啊，千刀，啊，到有等这剃雷，啊，羊胆，哦，破挑，哦，流血，哦，啊，挂机，哦，啊，这个剁手，哦，包括的小卡，哦，啊，剁眼，哦，啊，个有剃完，哦，加这，包括的一挂经纶啦，吼，剃夫啦。哦，有非常多啦。这个福佑阿鼻地甲无间地甲附属的这地甲的种类就足多啦。所以地藏菩萨简单讲，即头拄则我讲的二十二种尔啦。我一种一种甲咱讲啊。四角地甲就讲四周围哦，拢烧铁，迄铁壁就对啦，烧甲红光光，你看咧铁也不甲红光光啊。四边拢总是呢，一片的火海呢，啊，火对这个四角头拢喷出来，人里内面都里个里个咧煮咧补了对啦，日夜无间断啦。这个情人呐，是去听到查某人的歌舞喜笑，不生观察，心生爱念，或者是世间人真介意杀生，还是叫人去抬。哦，剁脚剁手，啊是要讲起来挂伊个肉，啊堕落去这地角，就那亲像咧抬鸡眼同款，啊，有哪里啊？给你抬，给你撩，给你挂，给你剁啊！我问你，敢有痛苦？咱的心性哦，无离开，啊，也阁有迄个感觉。如果去拄到这个修尸鬼啊，专门咧搞尸体的修尸鬼啊，坚固执着，伊唔肯离开呢，哦。食熟的，哦啊，食伊的时阵，伊也阁会感觉会疼呢。所以这一类，而且众生坚固执着，唔肯下去，就这众生的心，哦啊，伊免喏，无怀恨，一定要万分啊。这就是咱的万亲借助啊，老菩萨哦，万亲借助的情况，你有抬脚抬啊，抬稳脚抬板架，拍板啊，有诶无诶做高压啦，有诶高压收啦啥，做车的业啦，这代志，佛拢不忍心讲啊。伊这绝对唔是咧，甲你吓惊。只有神经深厚的人，听到佛的话，伊才会相信。所以真正选择我来食素食咯。这世人绝对唔能够去杀生哦，哦，绝对袂使杀来众生了，对吗？所以过去所做的，咱爱认真来忏悔，哦，勤修福慧，回向佛家，完成这主，希望咱会当成这个佛道，完成这主。教咱会当做伙来成佛道，我们爱发这个真心真愿呐，哦，爱真正的修行，才会完成这主，伊就袂来找你的麻烦呐。啊，无呢，甲你右后脚垫颔棍，啊，无，互你忙忙甲变清官。哎呀，无伊啊，咱若有咧做，伊就袂来妨碍你呢。为什么？因为你已经有成就啊。啊，伊要帮你的福，哦，啊，伊妨碍你，当然呢，迄就是你家己害你家己啊。如果你若是无真正咧修行，无真正咧做这个功课，完全借助袂放你山啦。
一定会找你保护，给你做你放心嘛。所以呢，这个代志足麻烦的啦。咱哦，干那免讲啥，你看无形当中，咱做偌济件物件，咱开无完成接触，足济啊。你若无完成接触，要开刷刷刷刷一大堆病痛，一大堆意外，一大堆，有个人甚至官司也一大堆。啊，这无处理，那才是你免那规定。时间的关系，今天讲我做到这，咱即马做回向。张伟良，如果请对我来，如果哈，愿意出功德，回向诸众生，解脱三界苦，解发菩提心。请用掌哈，咱个第一放开，这两嘴、三嘴、五嘴，甲吞，未扎到我们一个爱记一路，吞一嘴，未感觉阿弥陀佛，来请您。就不能看电脑哩，就看刷电影玩，没得。种种灾厄如灯火，斑斑祸患似水消。佛愿每年点灯十二愿，第一愿事业兴旺，仕途高升；第二愿。身体健康，长命百岁。台北市秋菜餐厅本官放宽我的手。
FDA Director General Shou Meiwu, Taiwan has approved COVID-19 home test kits. They're available at pharmacies and other approved outlets. Please look for the government approval number and expiration date. Read the manual and wash hands before testing. Afterwards, place the swab and test solution in a sealed plastic bag. For those in home quarantine, if you test positive, call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or dial 1922. For others who test positive, avoid public transport and go to a local screening site. Bring your kit in a sealed plastic bag and hand it in. If you test negative, seal the kit in a plastic bag and dispose of normally. Please follow all measures and practice self-health management.